喜欢旅行吗？就城墙进攻性还是很强的，对，他很主动。我是喜欢世界旅行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，所以我的愿望也是等以后就跟爱的人一起全世界旅行。你知道吗，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说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然后一直没有实现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喜欢音乐，然后自己拿着自己喜欢的乐器，比如说拿两把吉他，你和我拿上两把吉他，然后我们去最美丽的地方，然后每天写出自己的心情，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我也是一个比较偏浪漫主义者，所以我刚刚才会在牛排跟土豆丝之间不是纠结了吗？啊，那我觉得炒的土豆丝也有一种很生活的感觉，就是让我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你会弹吉他嘛，然后你也是写歌很厉害，所以觉得很棒。